有观众问我私下是怎样的人？你私下哦，你私下其实话不多啊，我觉得啦，干话我觉多得你吧？话没有，对啊，啊，团团私下是什么人？团团哦，就表面上看到的啊。就我差不私下很多，安静，好对，不团团私好？下其实真的很安静，他话不多。对啊，没有，因为就一天的话都讲完了，好累哦。一天都在开台的时候讲完了，他私下很腼腆，很害羞，很怕生。有，你说好，是是是是是是，没有啦，就真的话会反而变比较可是我少。话真的没那么多，我真的话没有，很累哎，实况讲那么多，想真休的息一下，啊，对吧？那实况完就开始放空哎，啊，真的，我每次直播完都是放空个大概半小时。特别是自己开台的时候，因为开完要开台过程要一直讲话，一直讲话，一直讲对话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刚刚应该没有看到我们的后面这个披风要怎么升级它啊？他们有讲哦，我也蛮好奇我刚刚有问啊，只的。是应该是没看到。嘿，干嘛？我戴越久，趴数越高，所以代表是契合度越来越高的问题所以要啊。跟他培养感情哦。就是要在他身上我还培养是感七十情。五趴可是我已经变44%嘞。咦，杰克私下嘞？杰克私下吗？杰克其实我觉得他不管在开台还是在私下，其实都差不多，他还是一样话的数量还是一样，画的数量。他其实就是话不多，我觉得，但是他会时不时的吐了一句就是话，然后那句话就有爆点这样，你们大概说像是这这样子吗？这样就可以丢金锭了，对不对？是连接到哪里呀、啊？400。云月私下就好啊，人啊，云月私不是下发卡就的好人啊，是很照平顾安人喜的。乐没有啦，你在平安喜乐？没有啦，云月私下就是你们现在看到这样子，是再更少话一点，因为很 累。其实大家可私下就是少话啊，没就有，有一是个人不是，阿纪吗？喵哈。我觉得喵，对，喵他不是啊。我问你们哦，喵哈真的很多事情可以分享，没办法，没有啊，因为在这之中，就是喵哈还有在外面上班呢、啊，有所以喵机哈碰到的事会情一定比我换们多啊。了，不会烧掉。因为平常说，而且平常说我们都互相会哇，聊啊，第一就颗就中了，没什么好聊的啦。而且现在又跟允月跟哈基他们住同一栋，有什么事情根本不用在那边线上讲，直接在吃饭的时候碰到就都讲完了。对啊，对啊，没有什么好讲的，这种我跟事你没有情什么话可说的了，无话可说，我跟你无话可说，因为该说的都说完了。该说的都说完了，真的。现在等下他们又说我们吵架，我们也在那边吵架，怎么心理不准要备吵啊？架，准备什么？没有，因为他们说丢金锭下去要有心理准备啊。你可以丢看看，我我是丢不了知道啊，啦。然后烧掉了吗？丢的还没有被烧掉啊。我看到繁星聊天室有人讲说，我以为是哲平。我跟你讲，哲平才是反差最大的人。哲平私下安静到不行，真的，我是真的这样觉得。好他看是玩哦，游戏很嗨这样。来猜猜看啊，哦，我留到40组好，这样比较好算。哦，有烧掉一个，来，手上有40个金锭，猜，烧完猜。之后会剩几个地狱石？啊，一组直接丢下去哦，哦，好啊，客气什么？好啦，拿到啦。40个，bug 吧？哦，对，bug，直接给你我们40个，不好意思，我赢了，完全没有事情吗？没事，刚好没被烧掉，哈哈。对啊，你们那边有没有羽毛啊？我缺羽毛啊，我成羽功。毛没有，没几你个。要多少？我要做羽毛，树羽的羽毛，你在讲什么？什么？树羽笔，树羽哦，笔，羽毛叫那个的是不是？加莫囊对，的，我需要羽这毛，里，一个羽毛算一个火化水晶碎片哦。太那贵了我吧，自己姐，去捡好自己了，去快啦，烧比拿较走啦，快，我羽毛太多了，拿太走啦。贵那了，一组算一个可以吗？来，我拿一组，拿累拿死拿拿了。拿拿。可是我没有带火化水晶碎片在身上，不用啊，就拿哦，运气是不好是好。爱捆？没有啊，没有爱捆啊，没有因为啊，我在思考东西，所以就比较不少讲讲话。话。哎呀、啊，
很少有人在真的认真在思考东西，还有办法一直恭维，就像很昨少。天喵他玩什么，老师说可以比较好思考东结西果啊。他还是没想到啊，对这个哪啊，能思考啊？对啊。哎，我怎么身上还有48颗？这是 bug 吗？什么东西48颗？还是我原本就有了？我再去烧一影次。月，有人嗨，说你要玩秘术了，秘没书有没有吧？啊？他说什么术语毛病，看来雨要做秘术了，你们要小心了他说奇啊！数吧？奇术啦，对奇没术，有啊，没有完啦、啊。来，咻！哎、欸，又有了。我想说雨月不是在弄别的东西吗？我在弄我的装备啊，怎么了？我想说你不是在弄，你不是在他弄在刷他的装备啊！你要，对你啊。是不是要用那个啊？可以飞？哎、欸，不然、啊、摔下来比较不痛的、啊。摔下来比较不痛的。哦，没有，术语笔，没事，没事，我很好，我只是要做术语笔，我很好。太多好，鼠啦！你得冲杀！我喝太多鼠出来啦！来捞这个。没有火化水晶碎片，只要拿人头。我要他人头干嘛呀？他人头没有他用们，啊！他自从你那集 PO 了之后，现在大家每个人都超喜欢你去猎人头。有吗？我开直播动不动就说你要不要找繁星去拿你的人头啊？真的是动不动哎、欸，超 不狂！然我就把我的头直接架在树上，你们要就拿。所以医生到底说什么？怎么说什么？你40个只拿到26个，那一定是你没有一次丢下去啊！你一次丢下去就40个啦。我带了不八然十就八个金是锭哦，纯属你比较飞。所以我有，我带了88个金锭啊，可是我烧出了108个恶魔锭，有八个，一定有八个，这游戏里怎么会多这成游这戏样？怎么做会这坏样了？子？这游戏做坏了吧？坏掉你呢！这游戏做坏了吧？泰拉魔力水，真是，哦。太棒了！恶我魔觉钉得可以我做要人来头吗？去，看一下，嗯，你要干嘛？我要来干去异世嘛？界了，拜拜。你要去异世界你是干要跳嘛？楼吗？对啊，我要跳楼了。哦，那你要先准备好回来的事情哦。哦，回来的话，我已经有试过了，打后键也可以。然后我现在又没有那个汉化，应该也是安全的聊回来。哦，好的，哦，我对，觉得你还是自己小心一一点。如彼我还是岸，自己打后键是比较那个 比较对，保险。平安喜乐，真是平安喜乐。你才平安喜贝鲁乐。多，为什么有日记在我家？丽娜贝鲁多，啊，还要做两个黄金经考验修补，经验修补叫什么？地狱之心。你刚刚40个一起丢的时候，岩浆没给你烧掉。哦，所啊，以黄金岩浆没烧掉黄金，然后又喷给我地狱砖这样子哦，地狱锭这样子哦。懂意思吗？你付钱给10块钱，店员不收啊，东西给你，钱也还给你。哇，太爽了吧！你刚刚讲你去帮布布结扎，然后医生说什么？哦，他就是说那个结扎就是要有个什么环保胶布，就是说它可以在你的体内之后，就是防止就是线可能掉开啊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就是可能1、2个月后那个胶布就会自己在体内慢慢溶解掉。就是分解掉了。对。他就问我说有没有2000块要用这个，然后我就那跟你有布布用这吗？样用啊，我说2000块，我说没有，应该是说2000块数目不小，然后就看了一下兔子，我就决定用吧，我说好，马对上吧？就用了。他说100次手术，就可能没有用这个胶布的人啊，100次手术有3只兔子可能就是因为手术后死掉，对啊！吧？因为风险是蛮低，可是就是不敢去赌。好有时候恐你知道怖哦！欧洲欧气就是这样发生的，就不想去比这个欧气。就怕会刚好发生了怎么办？对啊，好可怕哦！地狱锭不支援做衣服，但工具可以，是为什么？对，我还没看，经验修补，我来看看。这个需要。
哇塞，金锭，恶魔桶，有经常看到这个，哎，这好像是不是容量更大啊？哎，我想做一个这个，抓，再找一下吧，抓，水晶，哦，我做得出来，好，我现在不做，我先去放，去放，好，然后我现在不做，嗯，我下巴有一块。环保胶布，幼稚园来，还摸得到你的环保胶布是？那个是环保胶布还摸得到、啊？那个是不是不是环保胶布了吧？那个应该是你是碰到那个黑猩猩了吗？对啊，为什么会？黑猩猩应该会直接被吸收掉了吧？对啊，还是会有几个？还是你掺杂到一般胶带？好，我们放到中间来，让它的速度 up up。觉得危险。哎，团团，你来我家。啊，我要去异世界了。好吧。派瑞。带了两组，二十一，然后堆叠没有放回去。为什么要那么小声？就要那么小声啊！所以我一共是带了几个黄金过去啊？带了几个黄金？带了什么黄金？就金锭啊，去地狱烧。你为什么要去地狱烧？他们叫我做地狱砖，地狱地。哦，嗯哼。那我看一下他有配方。哦、所以你刚刚去地狱堡垒是在挖、啊？没有啊，就是我要岩浆加地狱砖。哦，所以你刚刚在挖地狱砖。对。嗯。啊。我在干什么？我好忙哦！我拿我两本书来。好了。哎、欸，书点左键是不是回到一开始的啊？书点左键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可以可以。可以怎么摔死了、啊？哎、欸，怎么摔？你是不是动到啊？我没有对准动，然后就摔下去了。对，我就死了。那我下次就可以新增材质。哎、欸，没有地狱定啊？好吧，没有地狱定。那地狱定能干嘛？就做那个吗？做道具。结果你不知道你拿地狱钉要干嘛？没有啦，他至少可以升级那个我们哈基那个桶，有没有铁桶？啊？问团团去哪个异世界？交错世界的？跟他我是去 Wizardry 的那个异世界，那个世界我去过了。Wizardry 只有一个怪物不能打而已。哦、嗯，然后他总共也才三个怪物。好。密封的箱子啊，最后又少一个格子了。好，啊、我们这、哦、来梅花姐姐吧。你又摔死了，耶耶！不是，为什么？不是地狱不够高，是不是？我们来装饰这边呗。不够高，我是觉得太高了。我是觉得你是不是站歪了啊？没有啊，我做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行啊？是不是站歪了啊？等一下，我觉得我应该等我来看。你确定不是站太高了吗？没有没有，他要很高往下摔，他要超级高的往下摔。哎、欸，除了苹果树，还有其他可以这样子种吗？看一下，因为如果要刷、啊、活力碎片的话，可以用两个右键装置加一个不灭稿子。哦，对啊，就是我讲的啊，就是类似做那个。啊、我大概懂他的想法了。对。你跟你讲这个想法，我都已经想好了，我就在等他们点一千个赞，点不到我就自己还是做出来好了，哈哈，做出来好了，自己来做哦，赞了，你们都不捧场，我自己做，结果还是有，还是做了。既然一百三不行，那我就是你不需要效率嘛，反正你就是挂机挂一个晚上，这样会不会饿死啊？不会吧？你不是给机器在跑吗？哦，是机器跑吗？哦，对耶，对啊。哦，来，抱歉，我想的方法是人工的，不是机器的。而且如果要机器跑的话，不用消耗耐久，只要一个，只要一个就够啦，一台机器就够啦。哎呀，另外一边做鹅卵石制造机就好啦。对啊。哎呀，不是吗？是我想太多了吗？你总这样说。
啊，不是这个啦，这个啦。再一次，好，又啪，又死了。哎，过去啦。哎，又下去啦。是哦，是恶魔定哦。对不起，因为他们刚刚一直打地狱，又打恶魔，我就记不住嘛。我年纪到了，还要装可爱。到底是地狱还是恶魔呢？他想吐槽你是不是在装可爱？还要牺牲摄像穿女仆装。实况组这么可怜，会好烦哦！为什么没有独角兽？哦，你可以抓独角兽回来吗？抓不回去，独角兽会打人。哎、欸，那就用项圈直接把它捆起来啊！对啊，那敢打我？项圈敢打我就弹死你。那个蛮好做的啊，黄金跟线就有啦。项圈，就套索啊。哦。黄金套索，嗯，哎，你是什么？你又是制图师？来来来来来，火星机票再一张，送你。我乖乖按赞，好，感谢。有找到反物质蜘蛛生怪砖吗？没有，而且最近比较没有出门啊，最近一直在家里搞发电，嗯，发电我已经搞了3天了吧，都没有出去玩。嗯，你有搞出来啦，稍微了，又开始慢慢懂了一个新的东西。我主要是搞不懂你们讲的就是那个啊 ，GP 呀、啊嗯、，RF 那个蛙哥，反正 GP 就是免费供电嘛。对。然后 RF 就是需要有东西去供他电。是的。好，这样我就懂了。我是需要，真的是交到会的那一种，我不喜欢就是人家。交一半，叫你自行发挥。对，你就说这样盖，这样盖啊，照我的盖就好了。不行不行，我照我的准没错。对，题库拿去回家抄一抄，公司就这么简单啊。题库背起来就好了，就是这样。这题会考，这题很重要，会考。你们再不背啊？恶魔定的特殊效果叫恶魔低语。我好像今天有看在研究那个武器要用什么材质，前期不难，而且它的管子很万用，所以你研究出来了吗？你说恶魔地狱吗？我只有看到我觉得它很帅，但是我就没有要用它的意思。Ender IO 是什么？ Ender IO 一个模组的名称。人家说用它的导管可以导物品、导流体、导电，这么棒哦。嗯哼，嗯哼，我 CW 是穿女仆装。不可能好吗？我有我的原则。那如果有人拿来了呢？我叫他穿。那如果他是女生，然后他穿完之后说：“好，换你喽。”我闻。闻屁！你变态大叔！你闻什么啦？闻屁！然后就会发现，因为那天天气太阳很大、欸，等一下流汗。你们在想什么？闻的意思不是看的意思吗？不是啊。为什么是看的意思？你是说愿闻其详吗？对啊，你们在想什么 ？OK， 哇，你们，然后就发现那件衣服因为大太阳热热的，然后都是汗渍、污渍那些，是不是？对，它散，它那个飘出一个， oh. 嗯，我舔，好哦，好哦。哦、是不是闻是听哦，哦哦哦哦哦，好好，没关系，那我还是用鼻子闻好了。啊，查漏的回来了，啊，算了啦，算了啦，算了啦，他干嘛？就只有他的聘进来是满格的啦。你刚刚真的在打漏吗？我刚其实是猜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？我知道正在打漏啊。真的是哦，哇塞，我果然，我原本以为你会不会只是开着然后再挂的。哎、欸，团团，我的装备嘞？什么？你的装备？真怪装的装备嘞？哦。我把它，你把它弄掉，我杀了你哦！我想说你没有用，把它弄掉。你干嘛啦？我杀了他咯，我要拿来烧成锭的啊！哈？那可以弄成锭？哦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以为那是垃圾，对你来讲是垃圾。拉你个头！你们发现它很完整吗？还排好好的？没有，因为我看到你那个箱子要。
我跟你讲，最垃圾的东西是下集精华，你不丢它，你还帮我摆摆那么整齐干嘛？我以为那个是，我以为那是有用的嘛。那个很没用。哎呦！是啊，那箱子满了，我想说那个最占空间就好了。原来文思听的意思哦，对啊，闻鸡起舞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就你拿木屐拿起来闻就开始跳舞的意思。欸，可是一个装备可以烧多少东西？就看你的部位啊。胸甲当然是最多的啊。真的假的？我恨你。